怎么办呢？哦哟，吃这么多，被知道就糟了啦。要这一件好呢，还是这一件呢？嗨，等那么久，说十分钟就会到吗？好，快点进来吧，快点。影像表演中经常可见自言自语的独角戏，但要怎么在没对手对戏的情况下自然的表演，而不是演成了自言自语而已呢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到我们的影像学院，会有更多的讯息及内容，你就知道咯。